哎，你对象？啊，他怎么来了呀？哇，哎，哦，哇，这他，哇，不是，他要干啥去啊？他怎么穿这么好看？还穿上渔网的了？哇，哎呀，他这要见谁去啊？他。哦，你不拦着点儿？等会儿，我倒也要看看他要去见谁。还把头发散下来了。哎，来人了，来人看他了。也不是他害臊，在外边脱衣服。拿啥去了？干啥去了？哟。他铺上粉了，他还你脱的得有两厘米厚了，美的他，这铺铺，哎，那铺铺，抠都抠不掉。哎，这大包，他这到底要见谁去啊？打扮这么好看，这不我给他买的口红吗？啊，我在家的时候他一次都没涂过。气死我了！你先别生气，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他搁这飞吻，飞吻。哎，啊，这哪来的项链啊？不是你给他买的？这不是我给他买的呀。那他肯定有事儿，他肯定需要见谁去。我高血压了吧？不是，他外边真一点都看不到在里边。掉了，看吧，不是我给他买的，他绝对不好。不带了，装兜的。嘿，那美的他，干啥呢？再看看。这我的，我去三亚给他买的香水。喷着我的香水，抹着我的口红，他肯定有事，他肯定要去见别人。不行，我要问问他，他到底需要干啥去？你冷静点。你去干啥去啊？你今天不是上班去吗？你出差了吗？我他是谁啊？他快走！啊，这人间的情到底需要找谁？